你不想另外一半限制你些什么样的行为？穿衣服、啊。等一下算太露，露一颗奶啊。穿比较露，男生在看不行。他会单独跟女生出去，那我要单独跟男生出去。不要去打麻将，花钱方式。有买衣服。你男朋友有做过这些事吗？交友后穿衣服，在社群媒体上面就会 po 一些比较低胸一点的照片，不太会。我想要你们。Hello， 我是小猪。对，那另外一半限制你什么？什么事情都要报备。我很讨厌秒回这件事情。秒回我也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行的东西蛮多的。你继续讲，说不定什么都不行。对，我就是在工作了，他还一直要陪他聊天。我超讨厌一件事情的，打电话来，你有在忙吗？我在忙。我跟你讲哦，然后开始一直讲。对对对。那你还问我在忙干嘛？对，永远都不知道吃什么。他跟他说要吃什么，这个我不要，这个我不要，感觉卖家了，很生气耶。捕风捉影啊，因为我本身是潜水教练，所以我有的时候他学生的 IG 嘛，或 FB 嘛，我会去按赞啊。另外一半会觉得好像我打他一样，这个就是双标。我没有怎样，我可以去做。对，你就是会怎样，你不行去做。对，自己就可以。自己的话，很多男生那男生是朋友啊，啊，你就是要把他这样就变态啊，你全家变态了。对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变态了。啊，对不起，不能够接受另外一，哎，是什么？另外一半限制你什么事情是你没办法接受？我有兴趣的事情。有跳舞有被限制过吗？有，就是可能就穿着。那他是限制你穿着吧？也有跳舞，可能会有其他男生旁边只要站，只要站就不开心。对啊，就穿比较露，男生在看不行。就像我去跳舞，他就觉得为什么不陪他？那他的兴趣是什么？就喝酒。我的兴趣是跳舞，是健康的。那你跑去喝酒？有吵啊，这就分手了。只要是男生就不能单独出去，他会单独跟女生出去。我就说那我要单独跟男生出去，就换他生气。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双标啊。对啊，所有女生讲过的要求，穿着对都有。可是我朋友说他希望他女朋友穿 low 一点，他也是。我觉得身材好可以啊，你身材比例好，不是比例可以。穿下去露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露点可以吗？不行，很漂亮的。点的比例，点的。他投入的是很粉的。要聊这个了。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他做的是你不开心？不上进。拍照会不好看，不是，他也是乱讲啊，一直嫌工作烂，然后一直换。那当初都干嘛跟他在一起？因为他诚实，诚实，跟我诚实说他之前很爱我，他现在想稳定了。渣男，渣男就会这样讲话、啊，你是笨蛋耶。对啊，他在一起之后就一直骗啊。也有要求过说他不能做些什么样的事？还好哎，留着跟女生的影片。那你有被拍到吗？没有。你怎么会知道我没有被拍到？难怪我觉得你很有手。我知道，我没删掉，对不起。哎，如果女生跟你讲说，我们来拍好不好？不你看你这个色胚，你笑容胚的，怎么会讲不会？真的不会。发生床事之后，最不喜欢对方什么举动？睡着啊，一直滑手机。那你觉得要怎么做？抱着抱啊，那像你会要求对方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抱着吗？之前会，只是他之后就会说手好酸。但是你是希望可以抱着睡？但是我教你了，专人就抱脚就好。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接话，对不起，我先出去了。会说你还是有安全感。会在意另外一半限制你们些什么样的事？交友后穿衣服，花钱吧。可是我还是花自己的钱。为什么现在都会限制花钱？又不是花到他。就是你买东西，他就会说我买了什么，这种语气就让人家觉得很送。我花你的钱，你之前交过的有这样子规定吗？可能是买太贵了才会吧。你们现在这个年纪，什么样的东西比较高消费的？它是精品类的，单品过多少以上？3万、5万以上。哇，他们的消费能力算好哎。我们是有在打工，一个月6万。现在可以刷卡，又可以零利率嘛，对吧？哪家银行的？你是业务对不对？还有红利回馈。跟很多男生出去，可能也会担心。我男朋友不太管我交友，他也不管我穿衣服，你要穿衣服就好。像你今天这样穿着，你男朋友就会不爽。可能会见到他的时候才会知道可不可以露点。露点，老师想要露点。你就交过一任吗？其他任，可以遗忘。对啊。屁。但限制的话就不能接受，最主要是穿搭、交友这样。在社群媒体上面就会 po 一些比较低胸一点的照片。不太会。我想说，不会，你们。那现在对啊，难怪你男朋友可能会比较没办法接受。要隐藏他。对，那他们有没有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觉得不爽？吵架的时候就不讲话，不理。跟
该是冷战型最靠谱，他就是属于被冷战的东西。对，我就是那一种。哦，你就是。他就一定要道歉。你们有限制过对方什么样的事情？一定要把我排第一位。好二吧哦。那我会先跟他讲，他有先拒绝就可以。因为打牌吧，他是把那个当成嗜好这样。他以前再给。也不一定。房事的时候，不能接受对方结束完之后就不理对方，自己做自己的事。结束完之后，刮手机啊，开那边。在一起久，他应该都蛮惨。结束之后，他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东西，你们才比较不会生气？你要讲个话之类的。我们结束了，好像。啊，不是。抱抱。哦，你也是吗？结束是不会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抱歉，不要乱讲。至少装一下，抱一下。那你们在睡觉的时候，真的一定要也要抱吗？还是会抱啊，跟我聊到做不到嘞，那就算了，就是也不一定。啊，也想另外一半限制你些什么样的行为？穿衣服，跟朋友出去，帮我花钱。你现在有交男朋友吗？有啊，拜拜。现在是保有交友空间好不好？你有问过他的同意吗？现任他会管你哪一个？不太会管，所以你才会跟他在一起。好像也不算是啊。如果是的话，别让我打死他。原来是这个原因才在一起。是啊，你说滚穿衣服太露，对啊，怎样算太露？露一颗奶啊，这样子就不行了。对啊，就是不要管我。你直接这样干，那他不吵架才怪。没关系，跟朋友是只有单纯异性，女生居多，然后有几个异性。为什么这样不行？不知道。分手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而分开吗？单纯就不行。啊，为什么另外一半会管花钱？花他的钱吗？没有啊，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怎么都不结束，可以很快就花光。他会把钱都花光了，他没有钱吃饭，要跟他男朋友要。是没有这么夸张。你有限制过你？跟女生单独，然后我都不知道，基本上也不用吵了，再见了。可他们又没有怎么样哎。要看聊什么吧。你会去看你男朋友的手机？偶尔就是，偶尔就会啊。那是因为不信任才会看到手机。就是因为有被踢过。对啊。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让人家比较没有安全感？哦，对啊。你自己也是这样子，你还要求别人？现在好像没有，现在。那我没有说服力哦。你有没有要求过男朋友什么样的事情？我要求好像都做，太乖了，他就对啊。人就是自私的，有没有偷吃过？没有。是暧昧的。有啊。坏蛋。没有。你会不会要求另外一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抱着睡？会，可是只有跟这任会。以前我都喜欢背着人家睡。啊，如果对方真的没有他做到，哎、欸，我一开始想不开，可是后来我都觉得睡觉已经是一个很放松的时刻，不要再逼迫人家了。哦，同理心啊，同理。如果你们在床事，最不喜欢对方结束之后做什么样的行为？那就在外面抽烟了。应该就是你们说的那样。你会，一般女生都不喜欢吧？你会不会双标？会啊，会啊，一定会双标啊。我可以去公司聚餐喝酒。但你不行。所以你在男朋友在一起多久？快2年。不是常吵架，越吵越好。算是。谁准的？谁准的？我认识太多问题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是很爱玩吗？我现在蛮乖。这我问屁话，不好意思，问错问题。不喜欢另外一半限制你们什么样的事情？去哪里吧，我还没遇过，我只交过一个，很快就没了。在他还没有限制你之前就结束。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？因为。他问我要不要干，那感觉我问他要不要去吃饭，这样。不要去打麻将。打麻将。不能跟异性聊天，花钱方式，跟朋友吃饭之类，不能单独。你跟他出去的时候，他有跟你抱怨过他男朋友的事情吗？不能搭计程车。有没有大众运输那种感觉？搭计程车。我们近。那男朋友会一直觉得自己对你不好。你对男朋友好不好？该有的都有。该有的是例如，有买衣服。买鞋子啊！你男朋友有做过这件事吗？对啊，做过这件事。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男朋友不爽？我没有跟他说晚安。这男人叫什么名字？我想知道。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，他不太开心。现在我一直陪他。过了多久之后，你才受不了他这个样子？本来就受不了。本来就受不了。感觉是真的。你会要求男生要抱抱睡觉吗？肯定要。你们喜欢对方跟你抱着睡觉？只喜欢抱抱的。不喜欢睡觉。自己比较好睡。欸、你会不会很讨厌另外一半会限制你的穿着？对啊，前男友不太喜欢我穿短裤。因为怕露内裤嘛，一定要脚很开是不是。露腿而已耶，我就拍我穿长裤的照片给他，然后再换短裤。我跟妈妈一样啊，拍一个图书馆，然后人就停在外面了，这样你能接受吗？那我喜不喜欢他？哦，你很喜欢他，可以接受阿拉伯那种。那太夸张了。阿里妹，阿拉伯。那你喜不喜欢他？那你不喜欢，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啊？那我。对啊，你刚刚聊到哪里啊？突然很僵的样子。喜欢什么样的？不要说中分型，不要秃头。台湾哪有那么多秃头？现在没秃头，过2年开始秃头，你会跟他分吗？我是要剪指甲、假发的。
女朋友蛮妙的。牙齿要整齐，一般都在正确的位置。我也差不多，所以也不要秃头。我们还没遇过秃头你们这个年纪遇到秃头也奇怪吗？